全景相机公司关介创与 IdeaLoi 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。关介科技 C4。近日，成都全景相机公司关介创与宣布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。本轮融资由青岩新一代人工智能基金领投，第十区 VRAR 孵化基金跟投。据悉，此次融资主要用于产品技术优化、量产、市场拓展及新兴业务发展。关介创与科技有限公司 IdeaLoi 成立于2015年12月，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计算机视觉、全景视觉技术的技术创新型公司。目前，已研发出多款全景摄像机，其中包括拥有21目、8K、3D 专业级全景摄像机 P21 和准专业机型 C4。此外，该公司还涉足 VR 内容制作、VR 软件研发等领域。据悉，关介科技曾于2016年获联创资本千万级天使轮投资87870元。创文章转载需注明来源及链接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